一个里兰竟然要8888块，就是这个至尊里兰，有四种不同的色酒，两种燕窝、鲍鱼、泡生粒，还有海参。快过年了，今天来到 Empire Hamper 来看看他们今天推出了什么里兰，走。哇，满满都是里兰 ！Empire Hamper 今年有20多种里兰，这个就是他们最热卖的经典系列里兰。你看这个只要168，有红酒，有燕窝，很划算。这个是高档系列的，比经典系列更高一级。方才聚宝里兰，这个是豪华系列，比刚刚高档系列又更高一级，送这个超有面子。万紫千红里兰，这个是最顶级的至尊系列，这个是所有里兰里面最大份的，这个要6888。鸿福天下里兰，你敢相信吗？一个里兰竟然要8888块，就是这个至尊里兰，有四种不同的色酒，两种燕窝、鲍鱼、泡生粒，还有海参。鼎盛千秋里兰，来很多还有很多很特别的里兰，这个是经销里兰，是没有酒的，都是补品，特别适合送给父母或是长辈。福如东海里兰，第一次看到闺蜜里兰，这个只要138而已，很适合送给姐妹。这个很特别，是哈拉里兰，很适合公司送礼。还有东马的礼盒，可以送给东马的朋友。他们的自家运送团队可以保证全新码零破损送到你的家。这里里兰选择真的太多了，如果你们想要订里兰的话，赶快上网订 Empire Hamper。